人期，我是跟随小子的创办人，我也是师母的儿子。在跟随小子，大家都叫我二哥。跟随小子在台中后里月眉这个地方带30个孩子，很认真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除了写作业之外，我们也很认真的煮菜、学木工、学音乐，然后带他们去旅行，做很多的事情，让他们在这边的生活有机会看到这个世界有多大。其实一开始是从客服班就照顾孩子到现在，对，那当我自己拼了7年之后，其实那时候比较没有资源，也没有人力，但是7年之后，二哥回来，他看到我的工作，他就说要留下来继续这样子的工作，因为他觉得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需要尺吗？要。你有几页啊？竖起。这页，老师说今天先写这页，他怕我们进度太快了。他有怕进度太快了。因为我不是后里本地人，我是当初是被差派来这边，等于有一点空降，人家不认识我，然后就莫名其妙有个师母。然后就带一群很奇怪的孩子，他们也都知道，社区的人都在看我在干嘛。你怎么带一群家里乱七八糟的孩子？甚至有人直截了当说：“啊，因家拢笨蛇，啊，北部拢笨蛇，啊，母上啥的，啊，你个传遐囝是要创啥？”直接就这样跟我对话。我也很直接回答我说：“万一我带出来的孩子他改变了。”给他机会，他变好了，安得 Q 掉。所以头3年，其实人家都在看我到底在干嘛，我到底在做什么。他们等着看笑话，因为他们很明白清楚这些孩子的家庭背景是怎样，然后是好像就是一代一代就永远就是这样子乱七八糟，是没办法改变的机会的。大概在4年前，有一次。就一个周末，然后突然就有一个醉醺醺的爸爸就进来这边，然后因为他儿子上礼拜才刚过15岁生日，然后他就醉醺醺的跑进来就说：“我囝吼，以后周末都无要来啊，伊要去打工，要去贴补家用。”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你如果少喝两瓶酒，你还需要你儿子去贴补家用？而且在后里市上找打工也不是这么的简单。事实上，我之前自己的梦想就是想要开一间餐厅，对。可是因为开始带这些孩子之后，就已经把那个梦想，其实已经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可是刚好又因为这件事情，就开始思考，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有一间餐厅，让孩子可以在那边稳定的打工，赚生活费，然后也学东西，让我们有机会去带领孩子学习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后来其实从决定要开餐厅到餐厅开幕营业花了1个月的时间，对。那事实上是这些孩子一起努力，一起去做所有的装潢规划，才有办法让这间餐厅在这么短的时间变出来。家的时候带孩子去了一趟兰屿，去演出，去做音乐演出，然后也去旅行。那我们就
毅然决然的在2月14号那一天决定开始就是暂停营业。那我们现在也跟月梅糖厂租了一个很大很棒的地方，那我们也期待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更水食堂可以继续在那个地方恢复营业，让孩子有地方继续学习，也让所有后里的人或者说来后里的人都可以吃到好吃而有故事的披萨。其实我觉得总归三个关键字就是更水在做的事情，第一个是我们让他们知道要努力，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要慢慢让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让他知道你不用等长大，你现在就可以帮助别人。对，其实我们就在努力让孩子具备这三个能力，只要他够努力，他不用担心他学东西学不会。对，可是就算他很有能力，他永远也要知道他有能力去帮助，他永远有一个选项叫做去帮助别人。虽然说我们只陪孩子到18岁，可是我相信我们给他的价值跟能力是可以延续在他整个生命当中，然后他会用在这边所接收到的爱让他继续去爱别人，让他们可以把这份爱延续到他们接下来的人生。